大家好，这里是幸福飞行。前些天呢，我突然就好奇，大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对焦跟两段式对焦拍照按键这个东西？啊，说真话，就是这个，跟相机一样的两段式按键，轻按对焦，重按拍摄。然后呢，我就按遍了我所有机型的遥控器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，精灵 4P 是大疆第一款支持两段式按键的遥控器。也就是这个普通遥控器，它可以给 4A 用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小细节，但是好多人都不知道啊。来听一下声音，轻按对焦，重按拍摄。当然了，同样的相机配置上的 4A 反而没有这个功能。4A 的遥控器呢，只有一段式按键。看一下，这个是 4A 的遥控器，它只有一段，也就是没有轻按对焦。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竟然连物二都没有这个，物二也是这个一段式的按键。V 系列呢，是从 V 二以后开始有的，没错，就这个普通控。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说这个普通控，也就是说，精灵系列里面呢，只有 4P 跟这个 4P 的2.0是有两段式按键的，比这个 R1000E 好多了。因为之前经常有人说他想买个 V 二，但是想配这种遥控器，我说没必要啊，这个遥控器它很好啊，虽然丑是丑了点，但是它的功能呢，其实跟平控是完全一样的，所有。包括按键、功能、续航都跟这个平控是差不多的，可能就是需要你夹个手机嘛。但是它便宜啊。现在的遥控器呢，除了 RCN1、RCN2 以外，新款的遥控器包括小白控、包括平控，都是有这个两段式按键的。一开始两段式按键可以说是一个高端的象征，现在呢，只要是个无人机，它就有这个了。因为现在的无人机都支持对焦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大家知道大疆第一款支持对焦的无人机是哪一款吗？